咧，通常都係旅遊嘅高峰期，但今年冇得去旅行，留喺香港有咩做？咁不如一齊去學下嘢啦！冇錯啦，所以今日咧我就介紹一個蛋糕蠟燭嘅證書課程啊！咁我今日整嗰啲蠟燭咧，係真係同真嘅蛋糕咧一模一樣嘅。咁唔講咁多啦，我哋即刻去片啦！好似望住一個 cupcake 而家喺度喺個焗爐入邊膨脹緊咁樣咯，而家係。冇錯啦，咁同埋咧上完呢個課程之後咧，只要咧你申請翻咧就可以有一個證書噶啦，咁隨時咧整蠟燭送俾朋友都冇問題啦。